欢迎收看水电爸爸。大家好，我又来啊！啊，咱这集含是立德，作为邀请遐名人来分享每年有可能要出的新的电动工具。啊，要看进程，会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铃铛。Let's go！ 看到电啊，像这德哥较有心得，咱来问看卖啊。德哥，你就用几台伊啊？那算这台就第三台。第三台哦。哎，今嘛这样，咱进前的插伫倒位啊？主要就是插在就是说，以前我们的弹夹是直的，那有时候阮咧做工课时阵卡路会去翻着，哎，今嘛那变粗的了有无？你一挂卡路拢未去用着，它有一些环境我可能要定身的。啊、以前弹夹是直的，我就会撞到了。原来哦，这德哥今天就有心得。啊，再就是说，他现在有改版，可以换弹夹，可以清枪。以前不能清枪，你哪边换？你这三十发的，如果之后要换四十发，就换四十发的子弹就好了。然后再就是说，他的击发速度变快了，他拉弹簧的速度变快了，连发速度可以更快，啊，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效率。第七节，过来吹口嘛。哎。这真正加诚紧哦，有介意哈？买两只等伊。啊，德哥买三只。不。然后吧，嘿，我德哥讲的迄个功能换弹夹无，是按旧年去伊的第三代无的功能。无迄个功能。啊、你啊试看伊是安怎换弹夹，你换解看卖。好来。本身哦，伊这有安全扣，所以咱要先甲解除。解除了，这个扣就起来了。摕另外一个弹夹扣进去，啊，甲试落。试落了，这个甲锁的。安尼，哦，啊，会记哦，做落较入去咱的顶啊哦，你若顶啊底内底是你咧换蛋只，有当拔开规个顶啊飞出去。吓，你刚刚讲伊个顶啊袂当放当内底，安尼佫换蛋只袂错吗？因为咱一般啦，中风场有当时伊个顶啊内底哦放三十几发，啊，咱若迄较长个蛋只，用放四十几发，所以因咧使用率咧是用用较久。伊个蛋只是长短的问题。嘿，对。咱今要来测这支，啊，这支哦，向阳看咧，感觉怪怪，装两粒电池是咧装安怎？哎，我刚刚看到伊功能足神奇，啊，要试真正厉害成功啊！我爱先落空，啊，甲拍背后来。你先落空。啊，过来，哇，这支是啥？这支超级器，咱要拍背后的超级器。来，看一个，来啊，摕这个背后，因专用的背后。用落，普通时啊，咱是爱用钢锥啊，哼，到尾害，伊这讲唔免啦，伊讲安尼。我看一下。喂、欸。安尼就好啊，唔免当当讲噶。即卖用好的心，咱是爱用七班啊，或者是外班啊落去用。啊，恁外口用这支。啊，机有啥物特别的啊？用我这粒，头拄仔当作电池这粒，本身伊只讲用个调整看，咱即卖要用的螺丝偌大，啊，伊就用去调整伊的寸脚甲扭力。如果咱啊拄到咱的牙条还是螺丝较粗的较大粒，伊的扭力会用个主动去调，嘛用用手工去调。啊，像这个时哦，咱甲试过卖啊，头拄仔看也是足好耍。即卖这个加上 QR code， 是立德的产品顶个有 QR code， 嘿，袂错吗？啊，伊就讲个甲照一下就知啊。伊头前个啷笑？嘿。啊，接落去就打鼓啊！像伊即马就变 N 八，咱若 QR code 扫了，咱就知影迄螺丝偌大啊。所以侦测给针对迄扭力去调整个对吧？嘿，侦测咱即马咱用三分的螺丝，伊的扭力就是三分的，四分的伊就用四分的。啊，袂你接手看卖。哦好。因为卡瓜已经扫了嘛。嘿。哎好。好。危险啦！啊，啥啦？做一个保护的啦。因为他拄啊吼，伊无确定讲咱的扭力用偌大，所以要锁的时吼，起落去拢无动作。等下只解锁了，伊较容易用的。啊，我正甲解锁，咱来锁看卖。扭力高啊，伊就自动断电啊。他拄安尼，你看哦、喔，伊只。灯就倒起来啊！嗯，所以就等于讲，你螺丝用偌大，伊侦测到伊个灯甲遐尔，伊就继续加落。系啊系啊。哦，啊，咱正看到这个摄像机啊，其实较早咱的影片嘛捌看过。这摄像机啊，大部分拢爱接电的，接咱一般的插电延长线去用。但是今仔只哦，有用一个电池的，过来看嘛遐一个。啊，要看这只机啊，是咱邀请一个特别来宾一个，麻烦一个梁师傅。哎，你好，你好，王爸，你好，哎，好，终于做。
会去吧。有机会啦。像咱这做水电，你洗坑机会足大个。偶尔都会遇到，有时候要钻那个冷气的洞啊，它的冷媒管，还是热水器强制排气的管，要装冷应急的，点来去堵着。啊，咱是拢爱用电啦，遐插啦，水久遐抽啦，足费气对。对对对，拢爱用八一啦啦。对啊。如果有像他推出这个是用吃电池的，如果你的环境是没有八一大的，这个的会比较弹性，工作范围会比较广。它这个还有其他的好处啦，譬如说我们之前在要洗洞的时候，你的全速运转，所以它刚开始快要接触到的时候就搞喷。刀吧，就害人害过。对对对对对，啊，就注意，啊，无你来用手去划一下，但是用手去划就更加危险。手够愈危险，愈危险嘛。啊，所以它这个时候就会有个档位，它可以把速度降下来，顶头先划一个高，你再把这个速度转上去，它才开始洗。咱先先有着了，咱再用正常的速度落去洗。对，而且它还有个另外一个好处，咱拢嘛知影这是 RCA 嘛。RCA 若去洗坑去堵着梯啊的时阵，一般人正常的速度嘛是咧继续咧蹬，继续咧胖。但是吼，拍掉了。对，这个它就有一个功能哦，你遇到铁的时候，你可以把速度降下来，转速降下来，扭力还会上升，把你的这个里面的钢筋把它磨给它断。等到你这个手的回馈的力道已经过去的时候，你再把速度转回到正常速度，对你的这个刀头的保护又会很好。你扛蛋的两臂的撑轨啊！我呢，这真正做厉害。来，麻烦一下，咱操作大家看一下。真的先用低速档，啊，咱即马就是先甲磨高。对。啊，磨完了后，咱再用正常的速度来洗。对。第一也袂偏心啦。比如说慢慢磨，磨到它开始已经磨出一个定位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开始准备转速，就把它调高。哎，贵啊！无啦，要袂啦。但是足紧啊！你看这个足紧的。我看咧洗的时，你的速度比咱用插电的我紧足多呢。无，伊的刀头吼有特别设计过，较无同。那就来。咱连看这刀吧，这就一般插电咧用的机啊咧用的。啊，我这手底的车，这就是即马接电池咧用伊的刀吧。恁大家感觉会加足薄，爱嘛做较来。好。卡住、我们换一个电池。好，它可能会没电了。对。其实咧，汽机啊，你开始真正咧汽啦。对啊。拄到问题，常常也是会卡蛋。对啊，常常也是会卡住。OK， 应该是会使汽到这阵电池无电啊，所以即换一个新的就过啦。哦，要过啊，有一个感觉。感谢，大家用咧看到，哎，梁师傅伊安尼切，这拢无做假。第一，若拄好状况的时，伊嘛会家己去动起来。啊，像他拄好无电池的时，伊就家己闪示红色的灯号出来的时，互咱知影讲，这台机啊可能无电，啊是有其他的问题。而且它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哦，它就是说，如果一般咱这水缸是有当时要登起，卡底来对的时，伊都有一些震动的功能。咱个刺激咧，哦，它就可以把它震下来。这个功能就是讲，咱若有当时啊咧洗坑的时，阿芬陀掉个刀把内底，哎，这只机啊，佫用佮喊出来，伊啊震动，较袂起内底，咱要佫洗第二坑，或者是讲阿芬陀当个中的时，咱无法通处理，足方便嘞。系啊，包起来，包起来。谢谢。哦，咱进来看别人咧直播一下，看因哪哪翕的，观摩一下。欢迎我们的瑞。哎，大家，是，听说常常用雷射，哦，咱会再来看这镭射啦。咱若基础的是用镭射的，同介侪就是帮忙的啦。我感觉伊足辛苦的，甲讲一定讲一摆啊，真该讲一摆。无，因达对我讲起，咱即用台语来甲问者，咱邀请一个帮忙的瑞者来，麻烦者。大家好。哦，谢谢。走到哪都可以遇到你。感谢。今天我们是红包哦。哦，今天抢红的。是。我甲你问一个哦，咱一般咧做肉的，咱咧用咱的镭射的是上惊。这台机啊，就是那个塌掉的时，规个结构有诶无都拢歹去，都歪去啊。尤其是你已经做几啊片去啊，结果是歹的，还阁愈惨。嘿，啊，咱即马看到伊这有一台新的，你甲我介绍一下好无？我就看一台，嘿，九百，而且听讲伊是可以摔。伊内底有那个平行轴啊，哦，伊家己校正。一般我甲我内师讲的，拢是讲要提起来之前要先关掉。
欸、这面对这个压压那点来点，到定位你个甲扛。啊，这你捌用过？这只你捌用过？用过，足准的。啊，那足粗鲁。来。卖叫我赔咧，卖赔，卡等下派去卖，做这些食啦啦，来这参观就去提前放人。你看，可以让你踢呢。当然你不可能是一管的所在甲弹啦。当然啦，不可能啦，一定会无小心甲踢掉。咱若小看硬度，那普通的咱就心脏就跳一段，这些就拢乱去啊。所以讲你买一台，人家会买一台抵十台。够硬啊，咱甲铁路都小改款啦。你看八台哦，无同个。哎。一般吼，阮伫阳光下，阮咧掠关刀的时阵，伊这种吼，根本都看无、吹无。日头比伊较光，对。啊，咱这若新的日头，含伊来咧看的时，咱看有咧校正就较会准。无唔对，而且伊个会使想。快呀！第二摆啊！这摆你也共背啊？好家长，我无关的啊。你看，藏起来，又够好啊！真正足介意这台的。高价牛，包起来。哎呀，听讲是2025才会上市。啊，这算条件吼，咱踢看嘛，会歹袂歹啊？可能无要卖啊。而且你的伊的中心点啊，是你唔免哭落去就看有啊。好。你看我的中心点是下骹嘛，系啊，翘下翘去。啊，这免啊，你要对这看落啊。中心点是伫外口。哦。咱一般就该哭咧，看啊电，啊看啊看啊，这就免啦。啊，去骹咧，啊翘下翘去，啊这唔免啊，伊个规安尼翘落啊，特别啦。我咧真正人的物件嘛，设计啊足好。啊，你啊买几台？较早来，等下研究一下啊。啊，唔能够甲踢落去啊呢。啊，未使。来啊，这摆你讲硬头的啊。真快啊，贺成交啊。哈哈哈。谢谢。你啊，看甲我一个镭射人会讲啊济啊，所以真正帮我对镭射个是较有心得。因为规个厝的结构都是帮我足重要啦。小看一丝丝啊，去歪去哦，已经厝免倒啊。咱接下来后一站。好吧。嘿。而且这鸡真正跟台北无看过，伊这是啥油鸭白吗？哦，我嘛当作油吧，结果唔是，我开灯哦，你看一下。哦，正面是安尼。嗯。所以这鸡是肾蛋。系啊。啊，今天个要试看卖会当通啊。啊，这是要来记起啊，咱个记看卖好记歹记啊。哦，等伊啊。伊迄外粗的，这是二十的啦，一般地咱遐超过六分的啊。咱若用圣诞机足慢啊，伊即马用这辅助的咧叫足紧啊。你看一个也四等于啊。算讲较安全安尼啊，因为较寡火花无袂喷，嘛是拢固定在遐。对啦对啦。啊，头拄啊，迄师傅甲咱讲，伊讲顶下咧切萝卜，甲调的时阵切起较白，会用直接切萝卜，袂讲去较白嘛，我看着。看起来真正白。咱过来试吧。哦，啊，即摆咱看到这电量真啊，咱来个试加看卖，尤其这只粗，真正是无好加，我加看卖哦。哦，感觉对安怎吗？干了之前咧走的感觉咧，无感觉讲爱出足侪啦。那么像以前拢爱骑蓝色的大机加刀，哦，那加这个加到好离手，两个人啊，另外边嘛无一定加会断啊。后边有迄种齿轮的迄种的，哦，还有加，啊，这同轻松。哎，啊，伊还佫有一项，哦，啊，这佫有这台，有当时咱做吊杠的时，这台是真正足吊用着的啊。像这加吊的时，咱个撑落直接起落压着就断啊。再有讲，伊这有一个保险装置啦。这个你若无用好的时，伊是饲袂落的，保护咱施工者安全咯。好，我只要等下，无尴尬啊。搁一摆。看一下，开始哦。哦，正常看过人用鞋是爱加较久啦，伊脚骨阁有一个保护功能，甲拆掉啊，你客。好啦，我客。伊只阁有一个这客啊，这是专门车。如果咱的家底啊，司机管要整短短的时，安尼整落去，家底啊若断去，伊会落去遮，袂讲直接牵咧下啊去伤到其他物件。对，我爱进捷通啊。我定定看迄星际战片机器人呐、啊，啊，真我真有用机械手臂，你有看无？哦，袂歹呢，咱若试看啊，这安尼运用。倒起安怎？哦，这倒起的时吼，像咱若咧高空作业，手要举较悬的时吼，伊就辅助功能伫遮，手就袂酸，像我真放安尼零零啊，袂酸啊。我看看看，梁师傅放空过手举，你怎么放空的安怎？我啊，就安尼啊！快笑！来！
像咱啊咧顶啊咧落壁好个时，手心拢有足酸。嗯。啊，咱啊穿这个机械手臂落去，咧落手就足轻力嘞。来，我落给恁看哦。是手有一个支撑吗？因为咱手若压呢，无伊规个机械手臂就甲咱吐掉的，足轻力啦，唔免讲像咱安尼。啊，就爱出了足大力，啊，这就袂啊，袂歹。无你压啊过，压起你跨过，唔免啊，压起你啊。哦，压起啊。吐掉的啊，跨过，安尼袂出力咯。哦，安尼袂啊，安尼个身伊就强调的啊。啊，吐的。这个装跟你无敌。来看一下德哥用吼，机器战警。放松，就会卡住这样。其实会撑的啦，会撑的啦，还是会撑掉的，较轻松啊。高空作业，扶天花板的灯，然后说比较重的灯的话，其实真的还是比较。那咧做吊杠，咧换吊杠的时候，用这真正嘛袂歹啊。系啊系啊，谢谢谢谢，拜拜。啊，即我目睭前即只，拄啊像吊车同款。啊，伊即个方便性就是讲哦，咱咧拍拼，有阵啊举大肌肉啊，啊是额头也足重。啊，即不管是查甫的查某来咧用，拢有足轻松。所以咱即摆我来拜托，咱全台湾上水的水电妈妈，甲咱试看卖，咱先邀请伊入场咧。谢黄爸。对，感谢你，感谢你。我还拍安尼重未啊？没啦，因为吼，它这个重量主要集中在腰跟腿，看起来很大，实际上穿戴起来。我觉得还好，很像背小朋友那个腰凳，就是你的重量就是集中在腰。妈妈就是安尼讲囡仔去啦，像咧矮囡仔小强啊，所以无啥感觉，迄个重量啊，看偌水啊。像椅凳这样。来啊，咱来麻烦一下，咱试看嘛，伊的动作啦，或者是伊的重量，看会足舒适的。哦。可以完全放开。大家有看的话，安尼真正足轻松啊！啊，咱来落看麦啊，一个。哦，真正搞的啦！用这个心和咱用普通的电绳，你有感觉较轻松？一定有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辅助架的话，我就要用手这样一直举着，所以有辅助架会差很多。我只要往前推的力就好了。哇，这干阿那四五空，咱阿讲咧用的心，那穿安尼咧，那就免逐工手皮皮搓啊。系啊系啊，有差哦。这摆感谢水电爸妈，谢谢爸爸。啊，所以头个袂当看到啊，用迄外骨骼，好女性的朋友。足轻松，袂当举下迄足重的物。哦，真啊，无迄个扶梯，我安尼举，我那手会酸的。男性、女性啊，大家举拢足重。真的，只要是咱做工的举到这咧力的时，大家拢啥物边啊袂见力。啊，你也看有迄扶梯的时，真正不管是查甫查某拢足轻松。我今嘛要来试这个吊钩，穿个身躯来吊物件，看好用无？免阁装个吊车啊啦。讲个外骨骼，咱来落看卖。嗯。是啊，嗯，啊，绳啊要吊未啊？这个绳啊到上来楼顶咧吊绳啊，吊咱塑胶了，看好用无？啊是电绳，唔免搁当架吊车啊。啊，要高就自己用高，要低，哎，看无？要拍较悬，咱扭较悬，你就缀咧起来。哦，嗯，好，来，拍我嘛。我那要卡多啊。拍开我好拍哦，我当然的咯。咱头拄也无用这个架的话，手咧汗，规身躯的力拢伫遐。啊，今咧拍的时，咱是规个背脊力伫背脊。伊即马咧拍的是背部受力嘛，这边无，安尼感觉有平衡。平衡伊后边只无，后边只经着咱的背部。哦。啊，所以咱安尼咧出力的时，背部经的时，咱只出力就袂遐忝。我想讲伊也无平衡，你会感觉向前倾啊，向后倾啊。伊只应该支架伫遮，你若无支架。当然，咱若拍安尼是咱就无法当做啦。不过，咱头拄仔咧拍，迄你感觉敢好用？好用啊！啊，不过我是想要讲个换伫个手持式的洗烘机，因为我感觉咱咧那边较紧啊，所以应该是还好。啊，洗烘机我是感觉时间较久哦，较会动，较袂讲做个遐忝。其实咱拍无错啦，啊，你若像你咧讲，若来甲改做咱洗烘机的话，可能洗烘机慢啊，必须还是要用这个，因为这样就袂遐忝啊。我大概洗无半桶哦，搁底下咧休。算者对吧？比我较好，真正无简单来到这哦。各位是立德的白野区的头家，专工来这哦，听咱甲访问一下。啊，甲你请教一下，要哪称呼 ？My name is Laurent Gibness.
我的名字是 Jiminze. I'm responsible for North Asia LT, so I cover the market of China, Taiwan, Hong Kong, Japan, and Korea. 我再跟你请教一下吼，一般咱啊像这个展览会，咱较常看到的是汽车，啊是迄落电车，啊无三 C 用品，较会用像啊这大展览会，啊你是安怎会去想着讲要用这个方式来介绍这个工具？因为工具的物件，我从来毋捌看到人用这个模式，这大的规模啊，伫咧介绍这个工具。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For the past ILT 80 years, ILT built the brand through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customer, engaging our customer and partnering with our customer all the way. Now.啊，咱即摆是立德的新品体验就到这啊！啊，大家有啥看下咧时阵，第一下用个留言一个，拜拜，再见。看吧，怎么样？啊、很轻松哦，很轻松吧？哎呀、啊，啊，所以后日啦，落着阮的讲，莫搁叫水电了咧。我帮恁拍。哎、OK， 再来，好吧？各位到位。对。啊，各位到位。啊，未歹用哦。哎、欸，确实未歹。包起来，包起来。走，回家了。